有遇到妈宝型的，我是真的不能接受是妈宝。我有一个男朋友，他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什么都靠妈妈。我跟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刷妈妈的卡片，然后呢加油刷妈妈的卡片，开房间刷妈妈的卡片，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他一事无成，都在家里面，每天都在家里面就有耍废那样子。他妈妈很希望他未来是事业有成的男人，一直扶持他。然后妈妈还帮他创了一整组的产品，想让他卖。就那整组产品全都放在他家，放了3年都过期了。对，然后那整组产品也要几百万这样子，那么贵。一大组他要卖啊，他想卖啊，就是 你花成本做事业版要花成本啊。然后结果呢，结果这个男生呢，我就觉得他是个妈宝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很喜欢，就是什么时候想到他妈妈，什么都想到他妈妈。但是呢，后面跟他分手原因是有一天呢、啊，他自己跑去外面玩，他常常把自己撞的好像是很全身刺青啊，很强啊，哦，有肌肉啊，对对对对，说什么我在哪里跟他打架、啊，怎样怎样，都没问题啊。然后我又觉得，对你、哦、喂我吃饭，没有吗？我一定把我把头发剃光光，不是这种我超讨厌的。那他就在面常常装 man， 可是他常常就想要拿妈妈的东西。好，有一次啊，已经后来多少年慢慢失去兴趣了啦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开车过来找我，他过来找我说你怎么啦？他在看我上车的时候，他就两眼就大哭，开始哭啊，大哭，我的天，哭了。他说他行了，他说他被警察抓了，我一直看他哭。他说被警察抓，就跟朋友出去玩被警察抓走了。我真是爸爸，他现在被验尿。他说啊，告诉我你有这个经验，你怎么做？你怎么样？我说。那这我没办法了，你就等吧。我说这个啊、哦，我带你到神明那边去拜拜，好不好？他说那神明什么事？他说大哭。我说你这样哭也解决不了事情啊。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哭？我为什么不能哭？我是我妈的儿子，你每天都说我爱妈妈，我就是妈妈，你妈妈怎么样嘛？我现在这样让妈妈担心啊！这是我们的最讨厌了。我下车我想听他的。全身都是什么肌肉？他哎，在哭给我俩看。不但是妈宝，还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再不理他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妈宝以后后患无穷啊。对呀、啊，超没用的。恐怖恐怖。